有一段时间每天早上的醒来想到自己还剩下最后五年，就觉得很沮丧，很难过，很痛苦，就好像死神如影随形，张牙舞爪跟在我后面。有一天我突然在想说，如果我真的还剩下最后五年，我是不是要像自己形容的这么沮丧，这么痛苦，这么恐惧。后来就是一念之间，我就告诉我自己说，我要让最后五年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来过。